不是我说你，你是一个太监，我就是跟一个小姐也摆瞎呀。陛下不摆瞎呀，我要吃饭呀。啊，赵小姐就为了吃饭？谁说的？是冯小宝说的。冯小宝咋说的？陛下，是这样的，晚上我要请冯小宝吃饭。小宝说好好，顺便给我找个小姐。奶奶的冯小宝跟背着我找小姐。嗯，来人呐，把冯小宝我打入冷宫。可气死我了。